子阳在总决赛中连续3局使用行招之剑，这件辅助装到底有多强？这期复盘带你彻底了解它。第一个作用，减轻辅助探视野的压力。来到总决赛的第3局，5分20秒，狼队全员消失，子阳使用出影晶石来获取安全视野，没有探查到人，还能立即返还40% CD， 大大缩减了使用成本，同时也能通过排除法判断出狼队的大致位置，从而让中路小心谨慎。第4局7分50秒 ，ES 准备入侵南区，为了避免被绕后，子阳直接去侧面使用出影晶石探查视野，又大大缩减了探草的时间成本。第二个作用，劝退。在第2局10分20秒，狼队发现 ES 的秒龙想法，准备冲视野开团，结果子阳开启出影晶石，触发30%群体减速效果。注意，这是群体减速，香香和马超都受到了影响。如果翻翻闪现开团，一定会导致前后脱节，所以起到了帮助花海争取时间、劝退狼队的效果。在第2局15分半 ，ES 上高地，子阳开大之后，直接往前逼近到行招之剑的范围之内，开启50%减速效果，瞬间打消了狼队找机会反打的想法。妖刀还因为减速被嬴政消耗到残血。第三个作用，威压留人，这也是行招之剑最强之处。第3局9分钟上高地，妖刀本以为有一星大招的保护，侧面输出不会受到影响，结果子阳又一个行招之剑减速50%，导致妖刀不能及时撤退，被坦然收下人头。第4局的最后一波可以用恐怖来形容，在狼队正准备撤退时，子阳立马开启行招之剑，狼队双 C 纷纷受到剑影的减速影响，本可以及时撤出战场止损，却被强行留下一波，最终惨被零封。这里的减速效果就非常致命，不过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。出影晶石没有对 C 位的增益 buff， 在前期对位会相对吃亏一些，所以可以像子阳一样，先出其他辅助装，保证队友的对线强度，在中期需要的时候再出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是如果前期比较弱势或者逆风情况需要抗压，那就要先做出影晶石，保证好视野，才能更有效的抗压。比如这局盾山 ，ES 的前期强度并不高，虽然拿到了一定的优势，但是子阳却提前做了出影晶石来保证香香的发育，一针也是做到护甲鞋来增加容错，思路都非常清晰。而且行招之剑现在没有破影效果，如果敌方有兰陵王、阿珂、鬼谷子这类隐身英雄，是不能通过出影反制的，一定要注意使用，不要被骗了。总结一下，行招之剑提供的输出可以忽略，主要还是剑影提供的视野和减速效果，尤其是子阳在团战时使用的减速威压太过强势，所以行招之剑绝对是目前版本综合能力最强的辅助装。